你好，过来，老板。老板你好，想弄点啥来？我这有三块币，想你给我看看。拿出来瞅瞅。对，你可慢点，请拿情况。三块冤大头，咦，好家伙了，三块八年。哎，这可是有备而来啊！这三块八年在哪弄呢？讲讲。这三块八年，俺家有100多块吧。一百多块银元。对，从这100多块里面。天天挑，天天挑，挑了三块八年，哦，而且三块八年，都带班，漂亮。这个我已经在书上我也查，专门买了本书我也查了，在网上我也查了，都带班，这个你特别忽悠我。对，八年银元在冤大头里边比较少，虽然说少，但是八年的班比较多。就像我手里拿了，这就是其中的这一个班。八年的缺口罩，这两个都是八年缺口罩。这个是八年普通的做狗帽，结账5点。代班不是普通的，都代班。哦，对，八年班比较多。刚才就我说了，左狗帽、右狗帽，左狗帽，这个结账5点，你看你得结账5点，有了左狗结账，有结账点，有结账十页，有十页，这是空心页，有十页。还有这个二胡八门、三胡八门、长点念、竖点念，然后天花空心眼、缺口罩、牛口罩，下五竹、右运竹，这太多了。八年的班分的比较多，你这三块说实话确实都是滴水未下，我看出来了，都是老保家，应该是压箱底的吧？压箱底的，非压箱底的主柜，知道吧？从来没有露过天儿。没露过头，这一眼开门就看出来了。听你这样一说，这你也比较懂。骗你干啥？看一下你这八年的底板吧，确实漂亮。你这底板说实话，三块都是 AU 的底板，漂亮，都带底光，而且这种都是老包浆，这种是属于樟木箱里边放出来的老包浆。今天拿过来，你这是准备干啥？对。听说现在不是八年能到了吗？贵了吗？八年，这一块不得顶个几万吗？八年确实贵，嗯，但是你说顶几万这个问题，我不敢沟通。那普通的还几千块的，这带班的不得顶个几万吗？普通的冤大头确实1000多，但是你这带班的顶不到几万。你这三块可能管顶个2万多，哎，对，这个是补库车，因为你这品相比较好，对吧？而且还带班。确实带了班都不赖，都是尤其是这两块缺口罩，这两块缺口罩带班，主要是贵都贵在这两个缺口罩上了。这个左狗说实话这很一般，这两块是双胞胎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双胞胎，你等于说是在100块银元里边专门寻出来三块，哦，100块银元里边专门寻包，就找出来三块的冤大头，三块八年，你也没想到这三块八年统统都带班。咦，我跟你说，刚开始我没想到，最后我不是查书了吗？我跟书上一查，他都带班。对，我才知道嘞。就是你，我得给你纠正一下你的问题。嗯，你这个八年虽然好，都带班，一眼开门，但是你说，就像你说的这个啥，那想卖个一块能卖个几万，那是不可能了。哎，你的问题我看你也是问了一大堆，你今天来的目的无非就询询价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。知道吧？代班确实贵点，比普通的贵点，普通的八年也都4000-5000块钱，你这代班说实话比那普通的确实贵点。代班品相也好，知道吧？你看我这品相跟你说你都没有见过那。确实滴水未下，品相挺好，给还拿着还拿着。楠楠你再转转，我感觉你也不是也不是说直接过来都卖了是吧？你是多看看多转转多问问好不好，多对比一下。货比三家不吃亏吗？对对对，以后想出手可以随时过来找我好吧。谢谢你老板。不客气不客气。